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那来玩这款弹珠英雄，那11月5号11点开始测试，测试时间到12号，为期大概一个礼拜。游戏登录的账号有手机注册嘛，然后还有试玩账号。试玩账号的话，它会让你自己产生账号密码。那需要实名认证，你不实名认证也没关系，可以先跳过。OK， 我们就来试玩看看。目前只有一个伺服器，来吧。弹珠英雄。OK， 我们应该是勇者啦，跟村长对话。OK， 这种我和子弹从不失手。弹射游戏，就是你要选择炮，然后你要选择方向。这种类似这种玩法也是蛮多款的吧？之前玩过那种坦克啊，坦克类型的，然后也有美少女类型的。啊，我看一下那个讨论区，有人说是弹弹糖吧？弹弹糖也是类似这种玩法吧？彩虹，你们看不到。啊，这边的话我们继续，这边可以前进。点击技能，让子弹多飞一会儿。这样吧，好，有消灭吗？好像没有。火猫妖，这是魔王。好，稍微小声一点点。我的大小声好像有点问题。好，我不能调大小声，出问题啦！糟糕。这个是自动导弹是不是？自动追踪哎、欸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还在教学而已。那我们要干嘛？啊，这个，好的，再拉。这样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哦，跳过来。那我们三格器，哦，这个有大招。按住，哇，又来了钢铁人。好，点击。好，原来我们这个弹珠射出去还要点击，对不对？我希望能小声一点啊，但是我的光线好像有点问题，不能大小声，原因不明，待会重开看看。OK， 这边的话，好，没有游标，我点的没有游标，但是没关系、哦。有人取哈姆哦，好吧。不能打最终哦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好，来到天空之城，我们的首页。那这边要冒险吗？还是不能的？奇怪。我重开一下好了，OK， 重开之后我可以调大小声了。那我们先跟着这个引导来做任务。出道大陆。有四关嘛，每关有三星。那我们可以选择出战的英雄。那确定，
我用那个模拟器加滑鼠来拉那个弹射，不是很好拉，不是很好拉。我自己每次玩这种弹珠游戏，好，当前回合，然后这边是攻击顺序吧，出手顺序。那我们先有三格器嘛，这个好像都要 CD 耶，我们可以稍微前进吗？好像可以耶。赶快！哇，直接炸他们！在火车上，哎呀，按到了，帮按到什么东西？长按，这个是追踪火炮。哦，哇，这个好无脑哦，好无脑，用这个就好了。嗯，非常好。啊，这样就击杀了，行，还行，好，确定。二等的四级的话，我会解锁 PVP 竞技场 ，PVP 就是跟其他玩家战斗吧。不知道是 AI 还是真人啊，有些会用 AI， 但是是对方的角色这样。毕竟你还要匹配啊，有时候匹配不到人怎么办？你就干脆全部都给你用 AI 吧。走 Q 萌路线 ，Q 版路线，狼人夏洛克，我要激活。那我们继续战斗。那这边要换角色，换这一只，一个女生，半月什么的没看清楚。英雄屠夫，哦，我们现在用上阵两只角色了。他要干嘛？知道吗？可以勾住敌人是不是？这玩法不错，这玩法不错。他就不是那么单纯说一定要这样好了，角度嘛。好，死掉了。那我们继续用，看他用什么。没有教我，是这个。我长按一下，这个也是自动的。那我是不是要瞄准啊？然后这个是干嘛的？不知道。戳到自己人呢、欸，刚戳到自己人、欸。哎呀，我还在学习啊，没办法。这个狂刀是不是要靠近啊？太了解。这样，咻，勾回来。反而就是这种打法，他好像是用勾的，勾回来才有伤害。我刚刚用前端去攻击，没打出伤害来。好，还在摸索，还在摸索。毕竟我也不熟啊，每次角色他要把它做得很有特色嘛。你如果不做出有特色的玩法，人家就觉得你只是抄袭而已啊。OK， 来抽角色，免费一抽，屠夫的碎片。那应该差不多了吧。好，英雄身心，碎片的话有60个可以身心，然后身心奖励有什么爪钩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现在是三星了。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夜色镇少女。音效部分比较薄弱，我觉得啦，没有那种升级的音乐音效。那这边是个人赛，还有组队赛，大概率是 AI 啦。哦，不要紧张，就跟 AI 打一下而已。6305是他们的 HP 是不是？他
他这只小丑不会让你守的。哇哦，不好，我受伤了。我不犯傻。妈样！把他勾过来，把敌人拉过来哦。这招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拉到啊，不知道。哦，哇，没打到，太大力了，太大力了。他们什么招式啊？这不知道干嘛的、欸。飞到敌方身边哦，真的假的？知道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飞过来了、欸。那我应该可以用技能二了吧？技能二刚刚可以放出一大堆刀片。啊！我这次好弱、喔，刚刚都玩错了。好，他要打我了，他会不会跑啊？哇哦哇哦！没关系，我们五音的，我们 HP 几乎没了。这个没办法瞄准吧？就狂打他。我这边有一个追踪火炮，然后这个是助力移尾哦。多重阻击，这样，我怕掉下去，他掉下去。然后这边换谁啊？换他。那我们两个一起掉下去了吗？这样我慢慢吧。哇，应该可以移动吧？移动的话会消耗什么吗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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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欸、我们快掉下去的欸、欸、一个死掉了，哈，我一个死掉了，这样我们死掉啊，我乱玩啊，我乱玩、啊，哈哈哈，一起掉下去结果还算我赢欸。好，有点小难。这个 NPC 吧 ，AI。那可以抽取哟、哦，抽奖就对了，免费抽奖吃出二。那之后想继续抽奖需要这个钻石。好，那八级的话会解锁电视台。不知道电视台是干嘛？看广告吗？好，继续。为什么要点这个？扫荡哦，可以扫荡。好嘞。好，英雄等级。我只是一。好，升级之后，我们的基本的这些属性也都提升了。OK。那目标日常领取这个卡牌有英雄，第三个英雄个人赛，这边幽灵伊丽莎白使用，很高兴认识。长得不好看，幽灵伊丽莎白，哇，三打三哎、欸，这游戏可以三打三说，哦。那还蛮好玩的吧？游戏既然可以三打三的话，你就必须要跟朋友组队吧，或是跟比较能配合的人组队。这个很痛说。这边有一个花朵哎、欸，玫瑰花，感觉是个辅助啊。头。哇哦，单人对战的话，一次控制三个英雄哦。了解。好。我们这只仙嘛，我也不知道他怎样。不是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
还会爆开哦，直线攻击。我刚刚没按好，抱歉，我刚刚没按好，这边有技能要我放，我没按好。这个我们知道啊，我们就这样吧。好，这次我不要乱移动。之前玩那个坦克的游戏也是要跟人家组队啊。我忘记那款坦克叫什么游戏，叫什么什么坦克了，也是这种弹射的。啊，玩的游戏太多，一时没记下来。我待会来查一下，等他们打完。头。这边好像不能暂停，是不是？有麦克风吼，然后可以放大缩小。麦克风应该是跟其他玩家聊天吧，因为你们要打的话要策略啊。OK， 换我，然后这边是说要把敌人拉过来，是不是？哎呦呀，我刚刚画面不见了，我的按钮画面不见了。这边真的需要很花时间欸。头，这道是干嘛的啊？飞行哦。这样子吗？飞行。这样。然后掉下来。好奇怪哦。然后我这边是要把它勾下来，想把它勾下来。发射，嘣！伊丽莎白二可以引爆场上所有骷髅。好，引爆。我没有骷髅啊，骷髅要怎么弄？召唤骷髅，召唤骷髅。哦，有骷髅了，我看到骷髅了。这里好多骷髅，追踪飞弹。这不是追踪飞弹吗？我又按错了。好吧，我按错了。没办法，技能不熟，让大家看笑话啦。好，我躲在这里很安全。那我等一下引爆骷髅炸死他们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啊、他跑了，跑去哪里啊？靠近我，然后丢骰子就溜了。哇哦，哇！玩到现在，我觉得游戏的节奏非常的慢，非常的慢。尤其是如果你跟人家真的3v3的时候，你就要特别注意啊。好，这边是引爆骷髅啊，这个吗？这个吧。啊，这样就没了、哦。这不是追踪飞弹吗？为什么刚刚没有啊？直接冲下来，然后嘞，完了，我的骷髅要死了，头，完了，好，敌方行动，完蛋，这边的话，我觉得我用这个好了，直线攻击。然后我这边，哇，打不死他哎，奇怪，有点难打。
哦，我觉得有点难打啦。我待会把骷髅给冲过来。哇，他是补血，他补血补这么多 ！My God， 天哪！我觉得他补血补得太夸张了，而且我自己是不是会受伤啊？三发浪石，好干掉了，他变死掉，变成一个墓碑了。好，可以引爆骷髅。哇，他要补血了，这个会补血太强了。三七而已，有用吗？没用啊，我觉得好烂哦。有方行动。哎、欸，他死掉了，呵呵，他死掉了。这边 ，OK OK OK， 应该要赢的，应该要赢的。哦，很花时间，真的很花时间。我觉得他把那个低点 HP 设太高了，设太高了啦。而且这个幽灵他。你可能太大力了，我每次都跑到那边，你可能要测量那个距离，那个力量。哦，欸，我们这个小骷髅也会打他们呢，好厉害！欸，我想要走过来说，结果我又失败了。好了，获胜。嗯，不好打，不好打。好，时间花的比较久，一场战斗。尤其是如果你三个人都是六个人都是 AI 的话，都是人脑的话，每个人出手都要想一下嘛，就容易要等很久。哦，这还是个人赛哦，这边有组队赛嘛。OK，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也玩二十几分钟了哈，游戏大概是这样的玩法。那剩下这些玩法，好了，稍微看一下吧，步伐。是不是有人要打你抢东西呀？好，先布防一下。石块，然后还有木头，然后防守生物。然后炮塔，好存档，就是你要跟玩家互动，你打人家，人家也会来打你，就会有一个防御的一个要塞。然后验证，我期待。我不知道验证要干嘛。好，十回合内要击杀场上所有血量的建筑物和生物。几秒内啊？先不玩吧，好不好？先玩到这边好不好？因为再玩下去可能要超过三十分钟了啦。验证是不是要自己打自己啊？感觉是自己打自己耶。哇，没打到。哇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呀？火焰。随便。哇，没打到，好难啊！这干嘛的呀？
把它勾过来是不是？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。哦，是我冲过去，感觉钩子还比较厉害、欸。这是打不动啊，这个好像打不痛，打不动他哎、欸。他说要打 HP 嘛，所以这个没有 HP， 我应该是打不动。好，了解，那我就追踪飞弹吧。这个不是说会追踪吗？怎么没有追踪的感觉？完全没有追踪。好，这边。追踪不了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我先移动一下，靠近靠近。它有个秒速嘛，所以我要赶快攻击。打不到，打到自己人。十回合内要通关，好，我现在已经五回合了。这样可以了啦，验证成功了。好，然后就会产生资源就对了，然后抢夺，抢夺就是抢别人啦，那我就不打了，先玩到这边，那其他东西就暂时先不看，好不好？玩法大概是这样，好，一个弹射的玩法，只是每个英雄的特色要每支的技能啊不太一样，要必须摸索，刚刚常常失败嘛。所以难度是比较高的，然后又要跟人家 PK 三打三，或是自己一打一。一打一的话，控制三只角色也蛮累的。哦，那就先这样吧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